醒醒，想不想找爸爸妈妈呀？想。你站起来看一下，拿嘴巴给这个姐姐咬开种子，咬不到吗？咬不到。喂，醒醒，咬不到是吧？喂，醒醒啊，想办法逃跑啊！怎么逃？有啊，大宝呢？咬不到是吧？ 你推过来一点，看，来试一下，咬得到吗？这边，行了，来，我试一下，来，你过来一下，一过来，我给你让开一下。 你先让开我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小动太软，哎，小能不能分出来？分不出来，小动。哎呀，这个，嗯，好了，小朋友，你们照我这点，像那个凳子，听到吗？小心点。 这怎么回地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帮你解开了，等一下你也要帮我们一起解。嗯。我们一起逃出去，你自己逃跑的话丢下我，我就大声叫。放心了，我不会自己跑的，我自己也逃不掉，外面那么多人，逃得出去吗？ 不是救他们两个吗？知道，他外面有那些狗啊、大狼狗的，我们一出去，那不是叫他惊醒他们吗？行，就这样子。你把门打开，然后带上这两个朋友、小朋友去找个地方躲起来。 你把他们两个解开，等一下，我把他们两个引开，让他们从这里出去，我们再想办法逃出去。啊，行，见机行事啊，你看着办啊，不可以自己逃跑啊。嗯，快来了。你们，哎，来。 两个小朋友，你们跟着姐姐走，不要到处乱跑啊！嗯。好、啊。哎，谁报警啊？有人逃跑了。哎，小朋友。对，他带着两个小孩跑出去了。小孩呢？金疙瘩，我们双胞胎呢？啊！从大门那里逃出去了。 门，你们开了，刚才谁偷袭我了？我叫你叫醒你，我踢你，你不醒，然后我就用稍微用大了一点力气。啊啊啊！你们这种天杀的，抓我们来干嘛？你差点踢到我脑震荡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一踢，差点见阎罗王。有你这样叫人的吗？觉得他是故意的。你们说的那么死。 怎么叫都叫不醒，只能用脚踢咯。这还有理了？哎呀，有理了！不要了！有理，有理！现在法治社会，你们抓人抓那两个小孩，迟早有一天会遭天谴的。做一行就懂得做一行的风险。什么法治社会？想跟我说那些，你说那些我比你都懂。 还跟我们讲法，叫荒山野岭的，我们就是天，我们就是法。你们这种的简直就是目无王法！还你们就是法，长在河边走，总有一天会失邪的，总有一天会遭到法律的制裁。
他好能说，好能说，打，把他卖给那个老头，让他以后跟老头去过算了。不是，卖给老头那不解气，卖给那个哑巴，让他哔哩吧啦说哑巴又不出声，让他哑巴听不懂，卖给傻子，让他跟傻子说去。还卖给傻子，你们这种人贩子啊！别搞了，挣就十万了，赶上你了，卖了也赔不起。那些都是小事，现在赶紧把那两个追回来，站到一堆。那两个出去就报警，警察马上就出警抓你们。这个嘴能把那么厉害？他说出去了，我们顺着他的反方向走，就对了。那个嘴像开火炮一样，快去找，去哪里找？先把这里搅了，然后再跑外面找，再不行的话，到时候就把它卖了，转移到个地方。我去还是你去？我去。出来！你两个给我老实一点啊！要不然的话，我把你的手都割了，让你每天话都说不了。你们有手有脚的，干这种龌龊的事情，总有一天。出来！出来！妈的，躲哪里去了？一楼都找遍了，我们上二楼去找一下。这里面太黑了，有是老鼠，有是蟑螂，又是蛇，估计他们也不敢躲这里。我们二楼找一找。凡事人都有手有脚了，难道没手没脚来抓人呢？你我是十万段，会找到村民的。还想踢我？踢的还不够，刚才那一踢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把他们两个搞回来，到时候我再跟你慢慢算账，把那衣服裤子全部扒了，用那个小刀片一刀一刀把你的肉，你们这种畜生，连猪狗都不如，你们就不配做人，下笨被下下下个毛啊！你就是在这里嘴能疼，你怎么能疼啊？到时候我把你卖了，到时候那些钱我天天吃火锅，天天让你骂个够啊！你怎么不骂你妈？怎么不骂你那些兄弟姐妹啊？你怎么这样推，把我推了，咱们踢就断了啊！没找到是吧？咱们去外面找。他既然这么做，你要不要把他带进去弄一下？不要，你看这种人，一看就。我先不要，黑得像个锅炭。对，那个你不黑吗？你很白吗？啊！你跟糟老头子一把年纪了，半只脚都……我看你说怎么说？跟我去讲，快点讲一下啊！走，赶紧去走。走了，快去救那个姐姐，快点，喂，妈，你们不要骂我，是我，他们出去追我们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也赶紧逃啊，往哪里逃？他们这前门走找我们，那我们应该从后门。要不然那黑的那里有个后门。哦，我看那里有个手机，我们报警。啊、打电话报警，等一下听到警笛声的时候再出去吧。他们妈里面那么多兄弟，不行，必须叫他们绳之以法。喂，110报警中心吗？518。有两个人贩子，拐卖人口，把我们带到后山废弃的老房子这里了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让他们按手机定位过来。哦，你按照手机定位过来，这个手机是他们的。行，好，我们赶紧躲起来吧。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快快快！